哦，这是我们拿下南庄缅军据点之后，我们的一部分缴获啊，因为还没有完全清点完毕啊，还没有完全送过来啊，这只是第一批，后续还有啊，缅军的手雷，这是整箱的缅军的手雷。迫击炮弹，火箭弹，大批的弹药，缅军的武器啊，步枪、RPG， M16， 索拉机枪，后续。还有物资要送过来，缴获的物品要送过来啊！我们清点过后，啊，再发给同志们看啊。啊。我们是老砖，都看到了。